宝宝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吵架都跑去跟你闺蜜说？我找我闺蜜说怎么了？可你每次说好出去找闺蜜散散心，哎，你去哪儿？找闺蜜散心。宝宝，你回来了。分手吧。啊！而且你闺蜜每次都去帮我们叫他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哎，知道知道。说好了。明明是他问我，你凭什么让我跟你们说啊？我看他就是心虚吧，他当然不想，小肚鸡肠。你说他如果做得好，怎么会怕我跟你们聊他呢？就是，会把错怪给别人的男人不能要。我只不过跟你们说了心里话，他为什么一副我做错了的样子啊？他确实说的没错啊。你怎么每次都帮他说话？情侣吵架本来就很正常啊，没必要每次都把分手放在嘴边吧。而且东西坏了很正常啊，但是呢，东西坏了不要总想着换，就像这个遥控器，修一修还是好的呀。嗯？哎，这公仔我也有一个，还有这个项链我也有一条，果然闺蜜的眼光就是一样。不对，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感觉有点不一样。什么呀，我最近试用了这个海蓝之谜浓缩精华，核心成分浓缩神奇活性精粹，深入肌底加速肌肤焕新，强韧稳定精粹，快速强韧肌肤屏障，酸橙茶精粹抵御外界刺激，舒缓敏感小情绪，贵气的天鹅绒质地能把肌肤保护得很好，又稳定又健康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这个确实说的没错啊。你怎么每次都帮他说啊？这公仔我也有一个，还有这个项链，果然闺蜜的眼光就是一样。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好吧，我承认啊，我是说过一点好处。七七这么多闺蜜，你为什么就找我啊？你跟七七认识时间最长，她也最理你呢，你就帮我说出好话吧。行吧，又吵架了。哎，我是真喜欢七七，可不想因为这么点小事就跟他分手。你就再帮帮我吧。行吧。当然，我们俩要是能走到最后，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。反正你们对我都为何好的，不收白不收。好啊，你这样向我贿赂了。感情里吵架很正常，不要老把分手挂在嘴边。就算东西坏了，不要老想着去换，要想想怎么修。